那个这个铝这个头的呢？这个铝头的15块。铝头15块。买吗？可以啊。一直要10多分钟。啥要几块钱？86块。要那个排骨没？那个15块。买点排骨，我要做糖醋排骨。都要打那一小块吗？对啊，都要打这一小块吗？都要打，那你要这个不打的好不好？这种16块。太多了那个。不要玩了。你看谁的？总是吃啥？前甲排骨的要好吃一点，要不要卡碎？不要不要，我回家自己吃。好好的。不要排骨。你喜欢吃红烧肉，买一点吧。这么多够了没？拿点面可以吗？就是这样砍直的。嗯。要哪边？这边。这边。这里。好的。来。对，好漂亮，对，好漂亮。做好了没有？好。开动。那里卖牛肉，这里。牛肉这里，然后呢？今天卖完了，也好牛肉了。那里有牛肉啊？哪里？那边那里。你想吃牛肉？哎，还有这个吗？这样吧，你的酱，腱子肉。买点牛肉，做牛肉干。这里下了去。广西这边的牛肉好便宜的，比我们那边便宜了5块钱，我们那边卖40多了，40。这边30。微信扫码。我们现在过去拿鸭子，小菜就不用买了，家里都有。不会用这个来褪毛吧？还用沥青退的，先去买一些配料就回家了。然后回家还要去做中饭呢。这叫什么瓜？这个丝瓜，丝瓜，这个家里没有啊？没有了，过了，原来有一点，二嫂种的。就没有吃辣椒面了，买一些青辣椒回家做那个面。早上我吃一点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买一些配料，买蚝油，买一瓶生抽，打点。导演来打点。我们东西都买好了，现在要回家了，回我们湖南。